蒋介石命名的。不过呢，在民国88年921大地震，把这个岛震垮了7%啊，还给少族人呢，改名字叫做拉鲁岛了。这个拉鲁啊，是少族的母语，也就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祖灵圣地祖灵圣岛。好、哦，那现在这个岛已经都封岛了，不能参观了哦，就只能经过，我们不多介绍。好、哦，那么正前方就是我们的站点咸光寺码头了。这个咸光寺的上面是公共玄奘法师金身法相的庙宇，在他这个庙的前面有一个喝的日月潭，三个大字的大石碑，往下看可以看到三分之二的湖面风光了啊、哦，也是最佳的拍照景点，拍个照留个纪念。好、哦，那么山脚下呢，就是我顶住海内外的阿婆茶叶蛋茶叶蛋哦。来到这里下，我们准备呢要下船了，谢谢大家。到顶的朋友啊。